感觉你好像去追谁。如果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很重要的人，那就不要害怕被抢走。为什么是不要害怕被抢走？就是给他一个信心嘛，定心的感觉。我是祝他成功，是帮他祈愿一个顺利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再讲一次啊。因为我如果是只是感觉你好像要去追谁，怕被别人抢走，这样就觉得好像没有鼓励到什么。对。我们试一次，看你们算数字动作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走。游泳，红色泳裤，绿色泳裤，有仰式，有蝶式，是你，是你，我那时候很屁，我很黑啊，对，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人性，这杯子是让你们裸奔挡着用的啦。不用吧，我觉得用这个就够了吧。Action！B 道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文，我今天来客串约定台度。其实我们两个刚刚就是站在现场在等摄影机的时候，就有我们彼此都有一个感慨，就是哇，认识的那个缘分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穿着泳裤，然后青春的霸体这样，现在都把西装穿上去，就有一种好像大家真的都稍微长大了的感觉。有，我们有想到。就是哇，之前也是花了一整个夏天在游泳池里面泡着，那现在变成说，哎、欸，他也担纲男主角，然后我来客串，这样就觉得，缘分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。